发现了。你们会讲话？松鼠居然会讲话？哟呼，不用怕，我们可是善良的三只松鼠，我们不只会说话，还会许多你们想不到的事情呢。这位是松鼠小酷，这位是松鼠小美，而我就是三只中最帅气、最走心、最受欢迎的鼠小健。喂，你别装乖卖萌好不好？你们好，主人，我们等你们好久了。主人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洞是松鼠星球通往人类世界的道路。我们居住的松鼠星球是与地球平行的时空，那里种植着神奇的萌力坚果。萌力坚果是我们萌力的来源，也是人类负能量的克星。但是负能量仍企图壮大势力控制人类，昨夜似乎有股黑暗势力对松鼠星球发动了突袭，所以我们需要在地球找到我们的盟主，唤醒正能量，和我们一起回去对抗黑暗势力。我们要怎么帮助你们啊？能吃下坚果，所以想着我们任意一只和一种萌力。这不是这样玩的呀。Sorry。主人可以通过萌力坚果让我们产生超能力，这样即使黑暗势力再强大，相信我们都可以齐心对抗。Please。喂，拜托别人的时候可不可以多点真诚，少点这种卖萌的套路啊？你看我。Please。看来他们真的需要我们帮助。OK。而且说不定连老师失踪的有关线索也找到了。好吧，反正团结力量大，我们一起没什么好怕的。你们只要碰触洞口，就会被吸入松鼠星球的异空间，我们会随后跟上。小松鼠们，还有萌力坚果吗？喂，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这个负能量的黑暗势力把通道的程序都重新编撰过了，我们进退不得了。这个空间首先没有信号，都过去几个小时了，家长联系不上我们肯定会特别担心的。以前总觉得父母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但现在自己却担心他们，要是找不到我们，他们该有多紧张。万一啊，我是说万一要是我们真的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，那是不是还有好多事情都没做，还有好多话没说？所以啊，我们不能轻易放弃，我们一定能离开这里的。再想想，一定会有方法出去的。你们三人不能交谈，也不能有任何动作或眼神提示。回答这个题目前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提示，想想你们三位哪两位能离开，而哪一位必须留下，只有答案一致才能过关。难道是要写人名？这题目也太难了。太残忍了，真的要留下一人？冷静，会不会这题目本身也渐渐的提示，有可能也是误导。